魔术让我知道把堆积在心中的难过丢掉放下。由公共电视台直播的小孩库斯拉荣获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评选为五星优质儿少节目。节目制作的核心锁定7到15岁各领域最酷小达人的故事。小孩库斯拉呢，是一个让小孩自己讲自己特殊的故事。那酷这个定义呢，在大家的眼中呢，可能定义都不太一样。但在这个节目里面的酷啊，是很跟大人的定义完全不同。你很会修水电，你也可以是一个很酷的小孩。你可能生了糖尿病，然后你很知道怎么对付糖尿病的这个疾病，也是一个酷小孩。所以在小孩库斯拉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不同领域的小朋友呢，他在某一些地方呢，他有他特殊的专长，而且呢，他试着把这个故事呢讲给所有的人听，大家听到他们的故事呢，都会有不同的启发。大家都知道嘛，现在台湾小孩越来越少。其实呢，我们真的是非常担心小朋友去哪里了，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做好节目呢，吸引更多的同学或者是更多的小朋友。那我们也知道说，就是放在电视里的东西，小朋友可能已经不看了，小朋友可能更在乎的是在手机里看得到，或者是在媒体或者在新媒体里头能不能看到。所以我们也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跟小朋友对话。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更加的努力呢，看看能不能把不同的观念，或者是各国的儿童节目呢，不同的做法呢，都能在台湾这个地方呢，也能够看到我们跟国际一样的内容。那我们会努力的在这个方向耕耘。优质五星儿少节目内容主题精致，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媒观也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支持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五星奖活动，一起从儿少视角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